最後一集好有心，睇下佢又放成點啦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四場五班千二米嘅短途，二號大熱五星特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咧，中間五星特工啦，咁啊仲有隻好有心啦，埋邊哈哈笑啦，最出嘅位置仲有呢隻喜威威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勝在王啦，咁啊後一陣嘅馬第六位到啦，咁啊仲有普普達人啊、明多多啊，後多陣啦，咁啊內欄咧就勝捷勝啦，中間天寶出邊黃眼罩智能尾二靚先生包咗落尾大行情啊，好啦，過呢個咧就係八百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咧就係呢隻好有心噶啦，跟住第二位啊，咁啊就係呢隻喜威威啊。咁再后面嘅第三内栏五星特工啊，第四位已经系胜在王内栏第五大面姑哈哈笑啦。咁再见到外边咧绿色衫红眼罩普普达人，中间夹住明多多，再后多集内栏红衫浅蓝袖白帽啊胜捷胜啦，揈到最出啊黄眼罩有智能嗰啲马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三百米到啦，透出嘅马系好有心啊，胜在王第一只上嚟挑战佢。咁再见到入边仲有五星特工啊，外边追紧上嚟嘅马咧，仲有呢只大行情、啊，马林中间。明多多最后百零米啦，胜在王喺中间，入边好有心，大爱当系大行情，接近终点，外边大行情吹胜在王，胜在王赢啊！第二名大行情，第三名好有心，第四名咧应该系五星特工嘅机会啊，似乎高啲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胜在王把握到头段埋咗嚟二搭，咁啊第四位、第五位直路上面出头。一路顶住追上嚟又包尾追上嚟嘅大行情，又系莫雷拉啊！第三名好有心，第四名五星特工。系啊，莫雷拉又赢啊！头四场都全部佢赢晒啊！临尾61蚊添啊！呢只回到夸张嘅真系。李宝利嘅大行情跑喺第二，张嘉琪好有心顶翻个第三咯，五星特工跑翻个第四。前边46秒18喺五班都叫做正常 pacing 噶啦，咁但系又。好嘢，莫雷拉你见到几保未入位，四号码嘅胜在王啊，独赢派呢个61蚊位置22.5，第二名咧就系呢只冷门啊，八号嘅大行情啊，位置派89蚊啊，第三咧就系十号嘅好有心，位置20蚊，连人位四搭派咧用格仔嚟嘅，派862蚊，三同彩四号、八号、十号派10631蚊，单贴410派1572蚊，位置 Q 四搭八啊派呢个261蚊啦，四搭十啊派59.5嘅啫。而家八搭十一有317蚊喎，组合独赢三拣一，结果系 A2 啊，隔夜半夜满派26蚊，咁啊当住莫雷拉个组去买都好似冇乜点走鸡咁啊，今日点啊？不过真系正如你所讲系好嘢嘅吓，排外当起步，骑起以为只马抢啊，点即刻埋到嚟啊！以往你都好少见到佢会守到咁前嘅位嘅，成日都系好后噶嘛。又系落班马喎，几条方加埋一齐，都有60几蚊。好啦，跑四场赢四场，咁啊骑师王紧系暂时停止守住啦。系啦，48分啦，都已经都热到咩啦？其实都吓，头先1.08啫嘛。看看下一场边个赢咯，因为下一场阿雷神冇马跑嘛。冇得倾啊，所以真系系好嘢嘅，真系。啊，大头马本身嘅第三边呢系胜在王，忍咗咁耐一落班转套功夫啊，用阿莫雷拉，唉，唔好谂啦，都系揾个最好嘅。临尾都回翻60几蚊喎，系啊，佢40几蚊嚟噶，我哋交俾贤仔嗰度仲系，跟住咧嗰只五星特工收翻20几蚊，系咯，嗰只瓜吓，四连环2480啊，排1372蚊，四重彩4号、8号、10号、2号啊，顺序排48018蚊。啊！半场雷神都仲有啲热门啊，嗰啲咩争分夺秒、长滑嗰啲，只只都热嘅。系咯，哈哈巴巴。系咯，仲有细泽之星咧，唔大都炽热咯，嗬。咁下一场就透透先咯。又翻嚟啦，又系你最后啊。睇下佢啊，真系好精彩呢只马，真系11档，
出閘咧，即刻推兩步先啦，隔離嗰啲都騎噶啦，靚先生啊，同埋出邊嘅喜威威啦。即係佢嗰個騎法就係成日都可以克服到外檔。係啊，就夠積極啊，咁快殺到埋嚟，守住個第四位啦。咁前面咩馬快啲咧，都好有心啦，貼欄順放，喜威威殺到埋嚟嘅，咁又係好野飛咁升特工啊，繼續都入唔到三甲，守住個第三。貼欄就哈笑啦，中間明多多就三搭望空啊，抱抱達人啊。內欄位置就係嗰只聖捷勝，出面咧就智能黃眼罩嘅，中間天寶包尾一隊靚先生，同埋嗰只咧就係大行情喎。即同一樣牌外檔啊，大家咪比較下之前嗰只塑料起嘅跑法，同埋呢一隻勝在黃嘅跑法咯。即極埋嚟攞到個遮擋同沿途走出面就係呢啲分嘢啦。嗯，因為隻馬好多咩？都唔係噶，死忍噶啦，忍到嚟呢一度先落邊噶咋。贏就係贏咗呢一度噶咋。佢都差唔多二百零米咁啊，開始打邊啦。大行情嘅本身有啲傾向內閃嘅，所以你見到都有少少咧，要就住隻馬嚟跑啦。或者靚先生收停嗰個終點喎，唔知係咪有事啦？哈笑亦都系啊，系咯。好啦，复榜完毕噶啦。位置 Q 四搭八啦，261蚊，四搭十系派59.5，八搭十咧派317蚊。组合六赢三拣一系 A 二啊，隔夜半热门啊，就派呢个26蚊。四連環二四八十派呢個1372蚊，四重彩四號、八號、十號、二號啊，順序派48018蚊。孖寶頭關五號、尾關四號又係佢嘅孖寶啦，雷神孖寶派109.5，五搭八嘅安慰獎咧就96蚊。分段23秒79、22秒39啊，每段23秒66啊，慢翻啲啦。總成一分9秒84，就快於標準時間1:01嘅啫。